这个真的好看。这个声什么车？方程豹。给全世界看到中国有多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万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雅。我们准备买一台国产车自驾开回老挝。昨天我和小雅也去试驾了问界 M9， 这辆车各方面的性能我们都是特别的满意，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咱们的预算超出预期了。价格对，就是价格贵了是吧？对，即使是如果我们想买的话，这辆车也要等两三个月，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再去看看其他的车。好，昨天那个车子啥都好，但是我感觉我们的年龄不怎么适合这种车，可能是那种老板的车子。你觉得我不像老板吗？再等一等吧，再等把肚子鼓一点再买好不好？嗯，爸爸再去逛一逛啊。好好好。带小雅来到成都这边，这边的车比较多，选择性也比较大，今天带你看个够啊。哇，里面也有。好啊，进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坐车开回老挝去，气质杠杠的。哇，那个更帅。我觉得越野车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开回老挝。呀，我这么激动。哇，你这个也可以。可以吗？对啊。舒适感怎么样啊？坐上去。挺不错的。看一下后排，这个后排也是很不错的，很宽。这里，嗯，这个也可以。可以啊，那个价格也合适。多少？不知道。掏多少钱？这个车子？这个版本的话是129,900，边牧版本的。129,900。可以啊。你喜欢哪个车？那个车吗？那个。好，我们慢慢看，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我喜欢这个车。啊，好。是小米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这么像保时捷？这车颜值老高了啊，适合女生开。哇！坐上去感受一下吧。对，电车。虽然没坐过跑车，但是感觉它造型像跑车。小米感觉怎么样？特别酷，但是开去老挝的话不行，不合适。但是买来接送孩子的话，这个车颜值、是可以的啊。是，就是电车，新能源汽车嘛。小米手机开的挺火的呢。对啊。对。走吧，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看其他的。对，我们去看那种能开到老挝去。嗯，对吧？好，记得这两个品牌当中选了吧？坦克、方程豹，先看哪个？都想看，更想看的是那个。什么？终于来到了坦克300的专卖店。哇，好帅啊！怎么样？可以。坦克300呢？我在老挝的时候，万里一直在喊我回中国，他说赶紧回来，我们去选个车。我说什么车？坦克300。他说你以后回娘家回老挝就不用坐飞机了，我开个车送你回去就行了。妈、有点高。以后我们坐这个车去老挝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去老挝？坐这个车去，慢慢、慢慢欣赏风景。好的。去你外婆家。万里又叫我去看那一台，他说那一台好。小雅。啊。我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了。好喜欢这个。哇，这轮胎好大气啊！挑战者改出来的，是吧？花了70,000块钱。爸爸，我喜欢这个车。你喜欢这个车？你喜欢就喜欢，开回家。啊，也喜欢。这个坦克300确实坐起来空间也是很大。对呀、今天可以试驾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试驾。好，我也想体验一下。我就知道你一直在催我回来。就是为了看这个车。买这个车吗？好，我们试试开一下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们感受一下，帅吗？好好，帅都配不了车。不能这么说哎，你看车这么帅，来你上去看看前面怎么样。我还有游戏。还有游戏。对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坦克车现在在老挝也是卖得很火爆的，也是很受欢迎。坦克500不是混动的，价格大概要3万
9900美金左右，然后坦克500HT 价格大概我看的是42000左右。在老挝呢，他们平时都是很喜欢开本田、丰田的，然后现在的话，坦克确实在老挝，各个人如果有钱想买车的话，都会考虑到坦克的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，万年！好看就把它带着嘛。其实一直在想坦克300，但是来感受这个坦克500，就是真的很不错。你看，过来看里面了，你看。设计对，特别时尚，而且看这个颜色配搭配的，好好看啊！哇，你好大气啊，真的。又走不动了，我要说我走不动了。这个真的好看。嗯。看一下后面的空间怎么样？妈，妈，那我可上来感受一下，妈，快点，看一下这台怎么样？我有才没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快上来，快来，真好看不？怎么样，好吗？还是可以，可以吗？真的可以，看一下万里，坐上来感觉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真的好看。嗯、好大气啊，这个表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开这一台大老挝的话，真的一直都在夸不停。坦克三百呢，可能就也好看，但是这个的话，我们一直都可以用。这个车就不改了啊、哦。对啊。试驾。好。先试乘，再试驾。看看是不是怎么样，万林？嗯。可以，新车开的都舒服。开了之后如何？嗯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这个坦克啊，大概是要8毛1公里左右的，要看个人怎么跑了。其实他一直都是喜欢坦克三百的，但是我感觉坦克三百呢，就是那种适合经常跑出去玩耍这样。但是这个500呢，暂时都是一直都可以用，在城市跑也好看，出去玩也好看，就这样。里面内饰也是很大气的。这个需要把衣服近一点，因为腿短了。别太带你开新车，舒服吧？你看屏幕上面有个 D， 开始喽。啊、嗯，别打厉害了。哇，现在这可以，因为我很喜欢带 SUV 的车子，我不喜欢那种小轿车的。我觉得这种车子确实真的很舒服哈。这个位置可以坐坐。好，这个吗？嗯。喂，万里，都想开到老挝去了。你看那个换尾灯啊，到暗的地方今天亮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天黑了它就亮了。它可以调的，它这个颜色也可以进去。啊，好好看。感觉这个坦克怎么样？开起来。你看，这么高级感的感觉，开起来又是舒服，是很好的，真的。再多逛逛吧，看看其他的。还要逛吗？不逛了。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，怎么可能不逛啊？现在呢，只等万里去谈谈了，看看是什么样的。今天来到成都了，在成都这边车的款式也是很多，这个应该是坦克几百啊。看一下哦，好大气啊，大家。这个700HT， 看一下内饰，哇，好高。去体验一下，哇，这个颜色感觉更比刚才那个颜色还要好看哦，大家好大气啊！妈妈啊，这个，你刚才谁给我开的门？妈妈给你开，这个车怎么样？这可以按摩，帅不？帅，帅啊！这可以按摩。妈妈也不知道，哇，看后排好宽呢、啊。我的妈！我就想要这个车。这个车有点贵哦，好啊。爸爸正在看那台。哇，这坦克700也确实真的很不错，好好看啊，大家。啊，我们是不是看好看了？不，爸爸在看那个车，我们待会儿下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
喜欢。喜欢我们就把它提回家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坐，可以开回家。哦，提示中，要开回去是不？是。好呀。茉莉，爸，谈怎么样？价格有点不理想。万一谁受不了价格？要不还逛吧，再逛一下吧，再逛嘛，没多少年了呢。大家，我们又换个地方看车了，那你又带我来体验了这个车是什么车？方程豹。方程豹。嗯。哇，我觉得每一个车的牌子都是有它的那个优点啊。对，优点的都是好看，而且那个功能再加上那种设计，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特点。好好看啊，说实话今天都逛昏了，再逛都不知道要怎么选哪一款了，真的再次看晕了，我也看晕了。大家如果我没有打算买车呢，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车子有多优点，越逛越好看，越逛又不知道要该选哪一款了。车子真的很不错，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车子，就是车子的功能呢就是特别优秀。我就知道中国呢，如果说是高科技呢就是第一，就不要再等5年10年20年了，现在呢就把它展示出来给全世界的看到中国有多厉害。有游戏，有游戏可能是这个啊，所以还有游戏。我按呢可以啊。